玉球早，玉球好像是礼拜五是第五次场。什么多利？玉球礼拜五才买一堆，礼拜五才买一堆东西。多利一个先卖。哦，玉球是自己切鲑鱼的那一位啦，我知道了。玉球是自己在第五市场切鲑鱼。哎。哇哦！超低位。你下礼拜五还要去第五市场啊？好，立华，我帮你留一箱青鱼片哦。博南，青鱼片一箱。立华，我帮你留青鱼片一箱的。我现在留货都直接叫博南弄，比较快。然后前面那个信口就让他卖，没有啊，留货就叫波奶比较快啊。套地位，套地位，这我卖会，会四位，你六位来，七位来，我卖。套地位，套地位，五百块，两只来，四只来，还是六只来，七只来，五百块。套地位下来，五位四位的。下礼拜五你还要来哦，玉秋，你那只鲑鱼很大只哎，你吃得完，一个礼拜吃得完。你那只鲑鱼，你那只鲑，你那只鲑鱼啊，你那只鲑鱼是1500的，还好小只，比较小的。昨天有一只大的，一只3000块的。快下班，快下班。热狗啊，热狗啊。好几只啊？不多啊，来，3包500。3包500，鱿鱼花卖了啊！我先卖来。鱿鱼花剩一点点。贵一下吧不？来3包500。鱿鱼花剩一点点哦。来贵一下吧，还有谁要吃的？1包1公斤，3包500斤。哦，我把你要一斤出大货俩。贵一下吧，这没人爱吼。好了，来了。这物件拢欠袂了哦。大哥，那边好。好啊。老人家无卖吼，有啦，还有无卖，有人要贵一下包无？500块，讲话好贵一下包500。他说要吃什么来？虾子鲍鱼来，鲍鱼啊，不要来。梅花糟。高雄现在下大雨，应该还好吧？来，2颗，来4颗，来6颗，300来。好一个了呀！来来，能不能来？3颗，来6颗，还有4条，来5颗6颗来，够包邮了，过来。阿毛报告发给来。啊，够了吗？够了吗？我来300块来。2、4、6、6来，过来包鱼吧。最近的毛豆都有那个芋头味道，啊？那现在的毛豆都有那个芋头的味道，真的。对，那个新的毛豆改良都吃起来都有芋头的香味。今天有毛豆哦，今天有毛豆。喜欢喝酒的，喜欢喝酒的。可以买毛豆，你喜欢在家里喝点小酒的，可以买毛豆。鲍鱼，鲍鱼，凤凰，刚好凤凰吗？凤凰菇啊，都可以。热狗来，包你包好，两包来。那个热狗无，2包200块热狗，1包还掉10条，那个微波炉加热就晒啊。来，2包200块，不然么热狗无，200。雪糕，雪糕，雪糕。嗯，玉姐，你在照顾你老公，是哦，照顾病人很辛苦哦。你好，
整块鸡腿肉在做的啦，两百，两个人爱不两百块，无人爱啊吼，天天搞了做。干什么？小黑要了。没有那个两包的，两包蛋的五十包。我是黑料。这个是乌日火车站。来，两包两百块。在哪？到时候逛完来呢。来。我能包你。我结婚带逛完拢袂少的。过两卖不能包货。好吃。来两百块。又好玩。哦，今天逛完来，超精彩。弹性又好，可以打乒乓球。我能包个箱卖逛完。没吃着。逛完要来要吃吗？能包货的。能包，哎呦，要选择多少？哎呀。这物件三百二哦。哇，红豆。不要这么好，我现在在个神经了，你神经在破的款。哎，不是你买哦？对啊，我买的。哦，神经在破啊，嘿。我叫是你家。两条几条？两条两百来。两条有人买哦。后来我先猪肉，我先鸡肉，先猪肉。猪肉两条两百块。来五条。收我几块？几条？我两条两百，够两百不？三条，还有两百无？两百无？哇！好，两只三百块，两位三百块大只的。我要两只。我两只三百来，三百二啊！我都对，我想要提前包备两百块的菜啊，大只的啊，这两只才三百块的。来，来两只三百，我来操钱来两个。两只三百块，还够下来两只过来三百块，过两百无三百，大只的两只三百，两只三百块。给你，小心慢慢来。三百一个，这么加两只过来三百块，三百。张，还够两百三百一不？主，主动今天有开，主动今天有开，主动今天有开。啊，过来要吃什么？我爱，我爱，我爱，还有两么吃红鱼咯，红鱼有。把手啊，卖弄歹去啊！你讲啊，五百块，后壁都多呢，你会使斤较大，你会加鱼，无落空的。三百四百，你五百块来五百了。我做两个。哎，还有谁要摸鱼的？来，欢迎来。来，一只、两只来，三只、四只来，五只来。你想要吃摸鱼？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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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啊！果然这个是摸鱼。看我阿姨大概二十箱，然后鲈鱼大概二十箱，来。来，有鱼花哦，有鱼花多少回事？哎，能干不？过两百不？闽纯那个，闽纯那个鸡腿没办法留两包。那个鸡腿没办法留两包。有鱼花没了，有鱼花没了。红鱼咯，红鱼咯，红鱼啊，什么吃？我只要只买两百五了啦。没煮着。这要等于你搞清蒸的好吃，做汤做红烧，大家水果吧，一尾卖百五，两尾卖三百，你三尾又来，三尾又来了，三尾开三百，现在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要，要要，哎，要，今年来四只，你看两百块了啦，四只两百块啦，无包来只五只，你无包了，两百块，还够两百块啦。来，给你。来，两百块，你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的，你把两百块过来。等下找你选哦。好。好河虾。河。对不起，你写的未退休嘞。等下你搞用吹，这无有气啦。我问一下。无有气，等下做成做用吹。我看一下后面就知道了，我看一下。我看得出来。三位来，四位、五位来，两百块。我现在还没看到。还够啊。这
什么鱼啊？这个是红尼螺，就是改良无锅鱼。红尼螺。对啊。改良无锅鱼。改良鱼比果贵，都要好吃，再改良。啊，我一点，再来两百块不上来了。水果我，过来卖不？过来过年前要拜公嘛，百块钱。来，我办给，我办给，蛋姐，蛋姐。来，我办给。来，这姐。两百块钱，百个人卖过来。来，给你。百块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就好了。两百两块四块，这五百块两百块两。啊，输入。两百来边个钱？哦，两百块。啊，个人卖不？两百块两百。两百个好不？两百块拢有啊，哦，两百。两百块。来，老八百。咸鱼啊，回味啊，回味啊！输入第一车在卖了，啊，你讲车脏哦，有人要车脏哦，车脏哦，我车脏。输入等一下，他东西拿下去了，等一下再卖你哦。哦，这礼拜加锅贴，春节礼拜俩，后礼拜开始无锅贴啊。什么只咸鱼啊，头尾卖两百块了。红玉藻。卖四咸的啦，这两尾二、三尾二、四尾二，两百块了。来五只，你两百来。过来要吃无？两百块了。无盐的，卖四咸的，头前搁一个。来两只四只来，这五只来挂盐。阿哥，你有一个白的，感觉你可以买很多，你来看看就知道了，你会不会买很多？你要来证明一下。两百块够人买不？两百块的，无盐的啦，无人买啊，吼，两百块尔，两百块拢有啊。大家喜欢？拜拜，可以。哎，够人买不？还两百块尔，较大人搞，是我咸鱼啊。风云杂，好无啊？最后一个，佫剩两百块无啊？最后剩一个两百块。好，无来嘞。哎，阿哥来，你们吃什么？哎，有河虾看到了，有河虾。河虾呀，好啊，河虾。有河虾，有河虾在后面。有那个在在最右后方那边。终于谢谢你懂内哦。谢谢懂内五十颗星星。能包你能包你啊，这边我介绍能包货。这边鱿鱼圈，哎，能包能包货。鱿鱼圈来两。这是鱿鱼圈对。来鱿鱼圈过来，能包能包货先卖。来能包能包。来，把你看。一包一公斤，你去前年超市啊，往后款，一包来啊，一包来两百块，一包就两百块。来。我先我贵先我贵，我这八十块了，八十块了。一千杂，这是鲑鱼下巴吗？这个鲑鱼下巴在这边。哎，两百块来。每天都有吗？只有礼拜天。哎，个什么节？两百块。无日只有礼拜天，无日只有礼拜天。哎，两包两百块什么节？两包两包。德宏杂 ，Dennis 杂。哎，两包两百块个什么？两包两包。来这边来。春天啊，还有谁要吃的来？两包两百，两包两百块够两百不？哦，两包两百块，两包两百块，冷清凉呀。老冷包了啊？包起来啊。哎，老冷包。两包。包。包两包两包。啊，大象这里的啊，记得早点来拿哦。进箱。大象。你记得早点来拿哦。有时候你太晚来拿的话，他觉得没有人来拿，那就会把它卖掉哦。跟你们讲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好，看一次就五百块了哦。哦，这个比较大的。看一次五百，你再买五百就要等一千块。可以。摊开，还是要大一点。啊。再大一点。还有再大一点。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就买一千块了。再大一点来。哦，是的哈，有人奖，有人奖，石佩佩谢谢你懂内，石佩佩谢谢你懂内哦。你即马无闲，你即马无闲，你即马无闲，你啊得开钱，你即马无人无卡手。
林大哥帮拿一盒箱子，拿一个箱子。比较干净一点的那个大箱子。谢谢你。叫三年了，我唔知。我来拢唔知。啊，即卖是安怎？这大只最大只的二三的。啊，你爱安尼，我再讲。以前少年时拢伊照顾。九百一耶。是啊，好了。好好阿哥，你是什么来？跪一下八哦。跪一下八。立华，你要两盒三百的虾，两盒三百的是不是？三包五百块。好。来，老板，先。来，这给你。阿哥，来，跪一下八五。哇哦，阿哥，跪一下。新主有卖，新主今天有卖。谢谢佩林董内，过一下八，再讲三八，再讲到三八。人家叫伊讲，小红帽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真正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叫你哦。叫你小红帽，对啊。赌神今天没有。贵三百，贵三百哦，一包我卖袂了，小贵来讲，一包想要开三百，贵一下啦。赌神的老板在这边，赌神的老板在这边。真的无啊，三包来三百，好咧，摆啊，拢摆袂使啊，喂。好咧，摆开始无补贴啦，外面啦，我现在来你三百块来，三百块三百好咧。三包以后没有锅贴了。阿弟嘛，哎，阿弟嘛，我给你了。这两个锅贴，哎，哎，下班，三包五包，三包五包五斤，三包五斤啊，可以下班。你收了不完了，我话一遍。你拜是你才去找啊，王妹啊，王姐嘛已经炒两个月。哎，听我干那个。啊，原始卖两包卖三，牛，规鱼翅拢甲讲着啦，你若搁卖两包三百，着我掏出来拍。所以卖卖两包三百。锅贴没有了，锅贴没有了。那，人家有了，规只拢是两千块先卖。啊，只要卖是上好一千块，这不就贵？哎，那不是上过来个呢？我先问我阿姨进来。
两倍啊啦，两倍啦，你五倍啦。这哦，我讲啦，过两摆回来，感觉好料啦。这哦，身躯身甲尾溜甲短，食这种的哦，我讲一个肉粒啊，四只来五只，六只搁剩五百块了，快快。五百块一只，差不多一百，无人爱五百，了五百，无人爱。好啦，搁改提一个啦。好，搁提一个啦。啊，本来去啊，金地去啦，去啦。唔系啦。